选择这条路，我会尽力把它做好。我想成为台湾最强的步枪手，跟着队友一起去外国比世界杯，拿下冠军。我是王志佳，我来自高雄的三民区。国小开始接触射击游戏，玩到现在，我现在有8年之久了。我想证明我在 FPS 上面的实力。每天就是一上线就是热枪，时间大概在3个小时左右。然后只要一到晚上，队友都有上线，我们就是一起去找军团长，互相切磋，互相去指教，说出对方的优缺点。我想成为台湾最强的步枪手，跟着队友一起去外国比世界杯，拿下冠军。选择这条路，我会尽力把它做好。我是王志佳，我在高雄海洋新队。SF2 职业电竞联赛，我们来了。